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一二垒之间，穿越型的一支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得分。僵持许久之后呢，最后黄维明呢还是敲出去适时的安打，这一球也打穿了原本缩小的内野防线了。维达要喊一个暂停吗？目前比数呢变成2-0，台电队呢取得领先。三垒上的跑者呢回到本垒得分，二垒上跑者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呢上到三垒。右半边方向的安打，有在注意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球打得不错。李康正家球其实贡献嘛，肯定要北半，完全依照捕手要的位置了吼，投了进了。